我们刚才讲了那个用16个组合来表示0到9十个数字，是吧？所以完了以后就有很多种，我们举了其中最简单的列举了五个组合，是吧？然后讲了中间的两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这边再简单的跟大家展示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从这个BCD 嘛怎么到这个十进制，是吧？我们特意把这个 weight 啊，把这个权重，把这个权重那个位权，把它用这个彩色的把它表示出来，是吧？然后前面的系数还是用黑色，这很快可以求出来，是吧？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计算，是吧？一个计算，一个系数代入就行了。然后完了以后反过来说怎么样？就有一点小问题了啊，有什么小问题啊？如果说我们用 BCD 代码来表示十进制数，有些什么讲究？比如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看第一个例子啊，463.5，我们如果把它表示为8421的 BCD 码，对吧？就把它写成什么？463.5啊，是吧？五就是0101，三就是这个。大家看上去好像是比较简单，是吧？看上去比较简单啊。然后这个863.2写成什么？863.2。但是这边有一个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两个圈圈，这一个零是不能省略的，最后这个零也不能省略。为什么不能省略啊？BCD 码的组成形式就是四个比特。如果去掉一个以后就不是 BCD 码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这个高位的零和这个低位的零是不能删掉的，是吧？啊，是不能删掉的，这个是有它的数学意义在里面，是吧？数学意义就是说它必须是四个一组，是吧？这个看着大家看上去很简单，但是事实上怎么样，你一定要理解它的定义啊。定义就是什么？四个比特啊，这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就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码啊，很有意思码，叫格雷码啊，格雷码。我们首先，我们把这个格雷码已经把它列出来了啊，左边是普通的二进制码，右边是格雷码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四个比特的。我们看这个格雷码和这个二进制码，大家眼睛瞄一下，有什么区别没有？这个啊，眼睛瞄一下，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个零和零，一和一，好像大家都还没什么那个，是吧？就是二开始就是吧，就有点不一样了啊，二开始也不一样了。首先啊，有个定义啊，就是说这个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啊，就是说它没有这个 weight 啊，没有这个 weight 啊，没有无权码。完了以后，它是按照另外一种定义来的。大家看什么定义来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任何两个相邻的代码之间仅有一位不同啊，我们随便揪两个出来，看到没有？这个从这边，从这一位到这一位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只有一个比特不同啊？只有这个不同啊。这边也是一样的，是吧？从1101到1111的时候也只有一个比特不同。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啊？这里就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说这个这边举的这个例子啊，大家现在对你们来说还不能理解啊，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啊，把它变成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举个就是说，从这个，我们假设啊，假设我们要做一个电路，这个电路的话，我们假设有就三个状态吧，比较简单，是吧？这我们很多是吧？我们假设是从零，是吧？然后这个是一，这个是二，够简单了吧？是吧？够简单了。比如说我们那个经常说我们在一个简单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零就把它怎么样，用这个零零给代替，这个一就用零一代替，用这个左边的这个什么二进制代码，这个二进代码还有一个前面还一般还有一个术语叫做 plain 平的啊，然后二是多少啊，二是幺零是吧，二是幺零。所以完了以后，你看我们在做状态的时候，就会从零零翻到零幺，从零幺翻到幺零，幺零再翻到零零，是吧？这是没有错的，是吧？没问题，从数学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物理上面有问题。物理上面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前提啊，我们不可能做出来两个三极管，它的参数完全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这边这个零啊一啊都是三极管在翻转，是不是翻着零翻着一，但是这两个三极管它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就是在翻转的时候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左边的快一点，有可能右边的快一点，是吧？这个是从工艺上面讲啊，或者你把这个分析的尺度放得很细的时候是不可能做到的啊，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个 bug 了，什么 bug？从一往二走的时候有可能怎么样，你看零要翻到一，一要翻到零，是不是，是吧？零要翻到一啊，一要翻到零，这个中间如果这个先翻或者这个后翻，或者这个先翻这个后翻，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状态，是吧？是会出现异常的状态，是吧？这个异常的状态从电路的角度，就是说从物理学的角度是没办法解决的，这是个死结，是没办法解决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啊，做集成电路的啊，我们电子系的同学就没办法了，然后做工程的我们电气同学也没办法了，这时候谁有办法？哎，数学系的跳出来了啊，这时候你们平时来鄙视我们，看我们数学系的，我们数学系怎么样？数学系，我跟你说，我还是这些东东，我可以怎么样？我们把这个怎么样？把这个编码给你换掉，是吧？编码给你换掉，换成怎么样？换成这个样子，换成这个样子，换成这个样子以后怎么样？改变了什么东西吗？没有改变，对那个物理的那个就是这个。三极管的这个翻转没有任何要求，是不是？我可以怎么样？改变了这个什么？只是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些东西的一个什么？一个定义，是吧？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纯数学的，不涉及任何什么分子学、电路的这些东东，是吧？所以说大家看就这样的，就是说，当 technology 搞不定的时候 ，science 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是吧？所以这就是数学的这个。魅力啊，数学的这个魅力啊，这个后面啊，这个后面还会有很多更深层次的内容哈、啊，会跟大家，我们今后的课还会来强调这个事情，还会来强调这个事情啊。今天我们这里只是有一个简单的开始，不做太远了啊，不做太远了，这是一个啊，是吧？这边回顾一下，这个每次只变化一个比特啊，每次只变化一个比特，相邻的只变化一个比特以后，可以避免这个。中间出现一个什么不定态，不定态是吧？这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班要组织出去春游啊，有同学说去东湖，有同学说去西湖，有同学说随便啊，就是随便的人最讨厌那个是吧？这个完了以后去哪他都好，去哪他都就不好的是吧？所以这个容易发生问题是吧？所以这边我们就规定好是吧，这个就一溜下来，不管你怎么变，相邻的东西在变的时候总是只会变一个比特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东西的变化它是怎么样，它总是线性的在变的，它不会突变是吧？所以这个就用这个编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好，我们这边举的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吧？比如说我们那个一年前我们在那个两年前了，现在是我们在踢正步的时候啊，踢这个游兵闪勇一样的是吧？我们看那个国庆阅兵的时候踢的也不错，但是我找了半天啊，哎，找到了一个啊，这个我们吹毛求疵的来讲一下是怎么样，哎，人家国庆阅兵啊，是踢的比我们那个东操场踢的那个好多了，是吧？我们那一个都是，啊，
就是戴眼镜戴的蛮齐整的，反正一个都一样的瘦这个，但是那个他们那个真的很标准是吧？完了以后那个，但是还是有问题是吧？还是有，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不可能做到同步是吧？不可能做到同步啊！但是这种不可能做到同步的时候，你在 technology 上面没办法来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只能怎么样？通过数学的方式来变化啊，数学的方式来变化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啊很有意思的问题啊。然后最后一个内容就是这个编码的这个阿斯克字符啊，这个对大家来说太熟悉了是吧？每天都在用是吧？敲键盘那个东东是吧？那个 ABCD 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它这个就是有128个代码啊，表演可以来写这些东西。可以普遍来用这个做输入是吧？键盘上面，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讲跟书上不一样的东西，有128个，但是事实上呢，除了128个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字符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字符，它也是在那个我们书上面那个阿斯克编码上面其实是有的啊。比如说这几个字我就不会念了，大家要是会德语的话，也许还能念两个出来是吧？啊，这玩意怎么输入的？用那个小键盘啊，用小键盘，就是用这个，不是笔记本啊，就是那个大键盘的那个数字键盘，按下那个 Alt 键，按下那个 Alt 键以后，比如说，按下那个 Alt 键以后，敲这个249，就是这个符号，啊，这个其实以此类推是吧？所以大家看，我们今天课后要是把什么网银啊、QQ 啊、微博的密码，都搞成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比较酷啊？这个，是吧？这是很无敌的，是不是很无敌的？这个是吧？然后，但是你自己一定要记清楚啊！你不要下个星期三一上课，第一件事就是说，就听了你的，周六把它改过去了，然后从此那个东西就丢了，这个是吧？我自己也不记得这个 U 上面到底是先左还是先右，还是先弯还是先底儿，是吧？完了以后，啊，可以试一试，好玩，可以玩一玩。我们今天布置的一个小作业就是这个东西，就自己去玩那个东西，是吧？你玩完了以后，哎，就知道什么是 ASCII 那个阿斯克编码了，是吧？阿斯克编码，所以这个比较简单，是吧？所以说这个学习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枯燥，其实学习很好玩，这个是吧？就是一边玩一边学啊，一边笑一边学，知识就掌握了，这个啊，这个自己去查表啊，自己查表，那个书上面有啊，你想用什么符号都可以用什么符号，是吧？有什么哭脸啊、笑脸啊，是吧？什么箭头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生物里面的那个什么男女符号啊，乱七八糟很多的，很多是吧？这个，所以你那要是一个什么东东搞这个密码了，确实比较无敌的，是吧？比较无敌这个啊。但是提醒大家啊，那个用这个玩意改密码要谨慎，有风险。别说忘了以后就回不来了，是吧？那你打电话跟那个 QQ 的客服都说不清楚，是吧？我的密码是U 上面那一歪是吧？这个一个嘴朝左，一个嘴朝右，像那个什么我们国家那个盗版鳄鱼一样是吧？那个有的鳄鱼嘴是朝左的，有的鳄鱼嘴朝右的，有的鳄鱼是朝上的，有的鳄鱼朝下的哈，就你也搞不清到底什么是正版，什么是盗版是吧？这个就是一样的，你不要改完以后改不回去了啊！这只是自己玩一玩是可以的啊，玩一玩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作业，就大家下去做就完了。好，接下来就讲这个。我们今天课的这个一个跟这个数字电路最挂钩的一个部分怎么样？就逻辑运算。逻辑运算的话，其实就是逻辑代数的一个计算。逻辑代数和普通代数的区别是什么？逻辑代数是普通代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case， 特殊在什么地方？自变量和函数的取值空间都是零和一，是吧？而这个普通代数就是什么呀？取值是任意数，函数的取值空间也是任意数，是吧？完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投影仪在投的时候看上去有很多颜色，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颜色只有什么三个原色，是吧？ primary 啊，那个三个原色 RGB 是吧？ RGB 啊，但现在也，然后我们这个课为什么说简单？我们这个课也只有三种运算，这是什么东西啊？与或非，是吧？为什么我们课好学啊？零起点，无基础，啊，前提是幼儿园要基本上还是马虎跟得上班是吧？就是只要会零和一就行了，然后只有三种运算，与或非，就与或非零和一，所以这个课的那个简单到极点了，是不是？
没有任何复杂的东西，是吧？所以说这个课比较好学。然后呢，我们说这个 RGB 三个原色，所以我们这个基本运算就是与后非三个逻辑运算。然后完了以后，我们看，在用这个表示这个逻辑代数的时候啊，逻辑运算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表示它。有大家比较习惯的叫什么？就是高等数学的方式，用代数的方式来表示它。还有一种画表啊，叫增值表。增值表的话，就有点像那个高等数学里面的那个台劳级数啊。你什么东西题目不会做的时候，台劳级数往里一丢，基本上都能折腾出来。前提是草稿纸够大的，是吧？反正总能折腾出来。这就是把它给那个。另外的话，怎么样？还有什么？画图是吧？画图，这个这边一个雨门，那边一个货门，这边一个飞门，啪拼在一起变成一个什么门是吧？然后再凑在一起又变成一个什么电路是吧？这是可能。还有就是我们下个星期要讲的一些啊图的一些东西啊。还有我们今天已经接触到的还有什么可以用这个波形的表示是吧，波形的表示01212010这个东西的表示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硬件描述语言啊，很遗憾我们这个专业这个没学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是这个学期不学，其他学期会学的是吧，所以不要紧了个。好，完了以后那个我们讲第一个啊，语的话应该就是什么，语的话对应的数学里面集合论里面是什么，并还是交，并还是交啊，交集，哎对了，应该是交集啊。不要喊并集的同学啊，今天中午自觉的少吃一两饭，面壁思考一下那个高数学那个高中数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走神了，那个是吧，交集啊，交集。为什么是交集啊，就是说只有这个条件全部都满足的时候它才能发生是吧，这个因果关系叫做与逻辑关系啊 ，and 啊 ，and，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我们找个同学来答一下，找个同学来答一下，我们随便找个同学吧，嗯，找个同学来答一下，那个要不那个第四排那个像这个样子那个男生，哎，就你那个，看你，你说这个，你来说一下这个灯什么时候能亮啊？哎，不要笑的，不见得答得出来。你们不要笑他的，你说大家安静一下，这个啊 SLS 都闭合，好的好，谢谢你啊，好啊。有没有不同意见，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们是大学的课，不是初中二年级的那个物理实验。哎，有同学说也是啊是吧，那个同学刚好又拿出手机发现手机没电了，哎，要是没电的话也不亮啊是吧，是吧？还有怎么样，灯泡还不能烧掉了是吧，别的就是个灯泡，完了以后里面灯丝是断的是吧，哎，这就是大学这个课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吧，这个学问之美在于什么，让人一头雾水是吧。这个玩意在中学就是一个小填空题是吧，一个小填空题啊。那个刚才同学很喜欢那个高中基础还是比较好的是吧，也把初中基础比较好，直接答出来说 S1 和 S2close 的时候是吧，就怎么样，这个灯就亮了。好，还有一个同学，旁边的同学跟着手机没电了，想哎呀，这我们是电器的是吧，我们是电脑，我把电给它断掉，我管你摁下去几个 switch 都怎么样啊，没有电什么都白搭是不是，是吧。啊，那边还有个卖灯泡的时候，给你个水货灯泡，山寨的这个是吧，1.5块便宜点啊，没灯丝、啊、是吧。这里面是什么条件，什么条件，什么条件，power 必须是 on， 灯泡必须是 good， S1 和 S2 还要切上去啊，其他就不说了，那个电线我们就不说了是吧，你要说什么电线还要连通啊，那个开关不要接触良好啊是吧，啊那就不说了，我们只说这个是吧。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是一个与的关系是吧，是个与的关系。但我们这个刚才是为了给大家加深这个印象，所以搞得好玩，但是我们不说这么无聊的事情，这就是把这个假设前提电源和灯泡都是好的是吧，我们可以怎么样列一个表出来，列一个表出来，这个表叫什么，电路状态表啊。大家注意，我讲第一个运算的时候会讲得很详细，大家觉得很无聊，后面就开始快进了啊，我们不会，我讲课的特点是举一反八啊，就是第一个会讲得很快很慢，后面会讲得很快的，这个你不要认为这个很简单你就开始走神了，开始在那想，
我是去白景园二了，还是去白景园三了，还是去白景园一了，这个那这就麻烦了。我们首先列出个电路状态表，我们这里为了简单就没有列这个什么，就没有列那个电源和那个什么灯泡了啊，假如都是好的啊，假如好，但是我们还是很欣赏，我们还是有几个同学能够很严谨的判别出来这个电源和这个灯泡的这个问题，是吧？完了以后，所以呢，我们就是个把它列出来，就是列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样 ？open 的时候和那个 close 的时候啊，最后只有怎么样？两个都全部 close 的时候，这个灯才会什么？这个 light 才会 on 是吧？才是 on 才是亮的。其他情况下怎么样？这个灯都是什么？都是灭的啊，都是灭的。好，这是一个。然后我们注意，大家抬头看一下，不要看书。嗯，上我的课看书是最大的浪费，这个。我们把刚才那个表要把它从上一个 slice 抄到这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什么？这里做了一个什么东东？像示意园里面一样，我们做了一个定义，做了一个声明，是吧？做了个定义，做了个声明。完了，我们定义什么？我们的 S 一啊，写起来蛮麻烦，我们把它定义为 A，S 二我们定义为 B， 然后我们。假设 open 的时候断的时候是什么？是状态是零啊，状态断的时候定义为零， close 的时候是一，是吧？然后灯的话我们把它带一个字母叫 L， 然后灭的时候是零，亮的时候是一，这是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相当于什么东西啊？相当于我们那个，我们开车是靠右走还是靠左走，是不是？这有个定义，是吧？有个定义啊。定义完了我们就得出一个什么东西啊？得出一个逻辑增值表。得出一个逻辑增值表什么意思啊？看 S1 和 S2 都用 AB 来代替，是吧？开关的断就是零，合就是一，是吧？灯泡的话熄就是零，亮就是一。这样我们就把这一个物理问题通过定义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是吧？你看我们是不是中学的基础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写观察日记。什么叫观察日记啊？这个玩意就是观察日记，是吧？今天啊天晴，明天下雨，后天要什么起雾，再后天要什么要怎么样了，是吧？把所有的东西记录下来，是吧？记录下来，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在大学里面学了一个什么声明和定义啊，把做了一个 decline， 是吧？做了一个 decline， 完了以后就得到了一个数学的一个东西，是吧？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物理的东西通过一个定义以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数学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建模的过程，一个抽象的一个过程，是吧？好，为什么我可以说要举那个向左转和向就是左行和右行这个例子，这边也可以怎么样？哎呀，我不想用 AB 这两个字母，我想用 XY 啊，可以是吧？你的地盘你做主，你想怎么写怎么写，你喜欢怎么样？我觉得断的时候定义为一比较好，然后合的时候定义为零比较好，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这个地方随便你怎么去定义，是吧？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增值表对不对？并不是绝对的，是个什么？是个相对的，它一定怎么样？基于这一个假设前提，从这边才能转到这边来，是不是？才能这边来。啊，为什么这样说啊？经常有一些同学很自作聪明啊，想抄作业，要不要被老师揪住？哎，他也有办法。我找一班班长，抄什么东西啊？抄这个状态表。然后再把二班班长的这个定义和这个逻辑增值表抄的啪拼在一起，啊，所谓集大成者啊，必成大事啊。然后作业本一丢，打球去了，是吧？完了以后，最后就叫什么？哎，一班的班长也许是香港思维，哎，靠左走；二班的班长也许是那个大陆思维，靠右走。这样的话，他那个作业交上来就会怎么样 ？crash 了，是吧？就会撞车了，是吧？完了以后，这就叫什么？牛头不对马嘴，是吧？牛头一定要对牛嘴啊，马头一定要对马嘴，是吧？所以说不要和在一起去，是吧？意思就怎么样？这个地方呢，这个表的得出的这个结论，这个表的得出不是唯一的，
是有很多种的，是吧？只是怎么样，取决于你这个定义，是不是？取决于定义，是不是？就像我们说，我们这个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人的性别分男生和女生，他如果一开始我们孔子把这两个字颠过来啊，我们就变成女生，你们就变成男生了，是吧？就完了，一回事，这个是吧？这个只是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大家注意，讲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这两个表的转换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定义啊，这个定义是比较重要的，一定不能漏掉了啊，一定不能漏掉了，漏掉以后就会出很多问题，是吧？好，得到这个以后，好，我们看这个就是一个语的一个关系，然后有个逻辑符号，逻辑符号有很多种啊，这个大家也不用去太记它，反正这个很多种教材呀。古今不叫古今中外啊，中外啊没有古的个，这个写法都不一样。这是比较流行的两个啊，流行的两个，啊流行两个。然后通常情况下，我提倡大家用这一种，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大家不用去想着画那个东西？因为我们以后都是在电脑上面画，是吧？除了写作业和考试，基本上不会用手画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比较简单点，这个框框画起来简单点，是吧？这个符号是吧？我们叫做我一般习惯把它叫馒头符号啊，是不是长得像个倒了的馒头是吧？这很显然啊，我们班那个体育委员是吧，块头比较大的，肯定画出来那个馒头就大一点啊。坐在前面排这几排这个几个女生，小家碧玉一点，画出来馒头可能就小一点是吧？之后那个画图的画出来就蛮不好看，那个还挺啰嗦的。大家就建议都搞这种比较简单一点是吧？简单一点啊。然后这个符号，你记得是最好。不记得也不要紧，我们这个课是因为为了考虑多种教材，我们最后会全部会在考试题里面全部会把它写进去。比如说这个地方给出一个这样的门，这里旁边会写一个鱼门啊，就会统一，就是说绝对不会因为哎呀我用的是英国教材，你用的是美国教材，他用的是什么日本教材，到时候大家出来会不一样啊。就当然能记得是最好，反正不记得也不要紧的，但是你一定要会用它啊。大家注意，我们的考试是闭卷，但是我们的闭卷和开卷是一样的，就是最后一页子什么都给你了啊，你不用记是吧？不用记，什么都不用记这个啊，这逻辑表达式，然后用这个写出来就是 L 等于 A， 这边有一个像那个点乘啊，一个点啊，一个点 A 点，然后点可以省略，点可以省略啊，这是一个。好，后面我们就开始快进了啊。有与就有或，或就是我们那个集合论里面的什么并集啊，并集啊，这个或啊，这个是吧？这个快进一下。S1 和 S2 任意一个下去了，它就会亮是吧？另一个亮就会亮，所以这个也做一个定义是吧？做一个定义以后怎么样？啊，这个符号，这个逻辑字表啊，一和一啊，只有怎么样？两个都没有。那个的时候它才会吸掉是吧？它的符号这边是大于等于一，大家注意啊，这里比较怪异的啊，大于等于一，然后这个地方有点长得像那个印第安人的那个飞来飞去是吧？然后那个什么还有点像那个啊，今天中午集体吃剁椒鱼头，那个鱼的那个骨头是吧？这个就印象就深刻了，这个是吧？也深刻了，鱼头那个地方，那个塞那个边上那个大骨头是吧？就是这样子啊。好，用这个符号，这里写的比较下面啊，用这个什么？用这个 plus 啊，用这个 plus 啊，用这个 plus， 这个 plus 就不要把它读成加了，要读成或啊，读成或啊，或，或啊，读成或。然后还一个是吧？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取非是吧？取非，这就是。反过来是吧？那个，这个取非就比较简单了是吧？这个输入是零，输出就是一，输入是吧？反过来，它的符号有两种啊，一个是这个，就是前面有一个什么东东，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大家的想象力都不见了，这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这是个三角形，后面加一个什么？不叫圆圈，叫 bubble，bubble 啊！从今天开始不允许读圆圈了啊，叫 bubble 啊 ，bubble。然后这两种方式啊，这就是语门啊，这就是那个非门啊。
然后这个他逻辑表达是就是戴上面戴个帽子是吧？戴个帽子取个反。然后我们看这个，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与或非这三个门，这个非门有什么特点？跟前面两个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区别？你说什么是？对，哎，这个同学反应蛮快的，对。只有非门是什么 ？Single end， 单端输入是吧？前面的话怎么样？我们虽然只画了两个，但是事实上可以怎么样 ？N 个啊 ，N 个是吧？可以多端是吧？可以多端。只有这个非啊取反是单端输入是吧？就是一进一出，其他的都是什么？可以是多进一出是吧？这是一个。然后后面就是组合了。我们说我们有了那个三原色以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小时候用那个调色板在那调调调调，就可以调出来很多种是吧？把这个与和非把它和在一起叫什么？叫与非。然后与非有个很有意思的啊，与非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与非的英文是跟中国话是反的啊，跟中国话是反的是吧？这样这个 NOOT 两个字母可以省略掉是吧？可以省略掉啊，就是说在中国叫与非啊，在英国就变成什么非与了是吧？所以这个反过来啊，反过来，然后这就比较简单了，与非就是与了以后再加一个什么，还有人在喊加个圈，加个 bubble啊，加个 bubble， 要习惯用 bubble 这个词，这个好。然后有与非就有或非，怎么样？与骨头前面加个眼睛，加个 bubble 是吧？加个 bubble 啊，这就以此类推了啊，我们就快进了啊，大家看是不是快进的比较快，是吧？还有一个叫异或，异或大家看也比较简单，怎么样 ？A 和 B 相同的时候，输出是什么 ？L 是零是吧？然后 A 和 B 不同的时候，异的时候，不同的时候才是什么？才是一，才是一是吧？这个符号就有点啊，有点怪异了。这里面是什么？等于一。刚才那个或门是大于等于啊，完了以后这个是一个与骨头前面还加一个这个片片是吧？这个异或的那个符号的话是用一个。圈圈里面有一个 plus 啊，一个像那个一个圈圈，一个像个小灯泡一样的，这个是吧？有异或就有同或，同或就是把异或取个反，怎么样？相同的时候就是一，不同的时候就是零，是吧？所以完了以后，这个符号是一样的啊，符号就有一点点变化，是吧？有一点点变化，加个圈圈，是吧？同或的话是这样的啊，同或是一个圈圈里面有一个点啊，一个圈圈里面有个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抽象啊，如果是家里面是复式楼的话是吧，通常会有什么呀，做那个什么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是吧，这我们中学的时候有做过这样的那个物理实验是吧，一定是两个什么双刀啊，这个单刀双制啊，单刀双制这个东西在做的玩意是吧，它的一个组合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我们观察出来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要首先要怎么样做什么，做声明做定义是吧，然后才能得到什么，最后才能得到这个什么，这个值是吧，这样成这个值，所以这是大家注意啊，这个红框框里面这一步是最重要的啊，这也是你数学建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吧，这是一部分。好，然后这边这个也比较简单了是吧，这个灯什么时候能亮啊，就是 B 和 C 和了以后跟那个什么，跟那个 A 按了一下，语一下就行了，是吧？所以这个比较简单，是吧？这个我们都是好。然后完了以后啊，有一个本节课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跟我们这个课比较相关的，我们怎么来表示一个表达式是 L 啊？大家看，我们就给出一个这样的政治表，这个 L 有几个为一啊？为高电平啊？为一，有两个，我们就把这两个把它进行什么？把两个把它给。和起来，其中和的时候，前面这两个式子，这里是零零的时候，那我们零零的时候，我们用的就是它的什么反变量，
反变量，看到没有？然后111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原变量啊，原变量，原变量就是不戴帽子的，是吧？不戴帽子的，所以这就是可以表示一个函数，就是说一个函数可以表示为什么？一个沉积项的形式。什么叫沉积项？就这个 A 和 B 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式子，就叫做沉积项，英文叫做 PT product term 啊 ，product term 啊，这个沉积项的形式。怎么样表达沉积项的时候，就是把那些 value 啊等于一的，把它给和起来就行了，和起来就行了。其中在这里面啊，这里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对应的，你看这一行，这里是零的时候，那么 A 就用这个什么反变量啊，零的时候 B 也是反变量。下面这一行 ，A 和 B 都是什么？都是原变量。这是一个逻辑表达式的一个表达方式啊，表达方式啊。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像我们说，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表达式样的，把它变成一个图，那就是怎么样？把它给画一下就行了，是吧？怎么样？先把两个门给怎么样？经过飞，然后一个雨门，一个雨门，然后两个雨完以后再怎么样？在货是吧，在货，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是吧？比较简单，这个但是画起来比较复杂一点啊，画起来比较复杂一点。还有一种怎么样，画波形的，给你一个增值表，给你一个增值表，完了以后那个给你输入 A 和 B， 让你把 L 画出来，那就怎么样？首先画了个什么，画几根虚线啊，画几根虚线。为什么画虚线啊？我们把这个每个时刻给拎出来， A 和 B 都等于零的时候， L 是什么？L 是零，是吧？那就比较简单，直接画就行了。L 就零 ，L 是一啊，不是 L 是零的。大家想要说这个啊 ，AB 是零的 ，L 是一，是吧？就画个一，然后就一手类推画下去，是吧？这个画下来就这就画波形，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就怎么样？其实这边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个查表的一个过程，是吧？一个查表的过程，并不复杂，是吧？不复杂。好，我们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们画这个异货门。画它的波形，我们来看一下 ，A 和 B 啊是输入 ，L 是输出 ，A 是这个样子，啊像个长城一样的，然后 B 是一个什么，一个横低的一个电平，那么这个 L 画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 ？L 画成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画出来什么样子啊？是不是跟 A 一样的？啊是吧？我们这个很简单，就是这个。零和一不同的时候它就是一，是不是？相同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零啊，一或啊，这是一个。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反个向，如果比是个高电平，那我们这个 L 画成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倒过来？哎，那么这个我们马上发散一下，这有什么用啊？这有什么用？这个有同学说也可以做加减法，还有什么更，还有什么用途？好，提示大家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 A 这个异货门看作一个器件，然后 A 是输入。L 是输出，这个比是可以做什么用啊？如果这个电路里面，这不是三个，这个电路里面不是 A、B 是输入吗 ？L 是输出。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是用到了 A 和 L， 比归我们来控制，那么这个比为零和为一，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东东？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L 和 A 的这个相位是同向还是反向，是吧？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LPGA 里面那个输出那一部分电路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我们电路做好了以后，发现哎，我们两个把你的电路做好了连在一起的时候，完了发现极性错了啊，这在以前就很麻烦，还要加个什么门来搞，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只需要如果说应该是红色的波形，就我们做的时候做成蓝色的波形，我们需要怎么样把这个比这一项本来是零的把它写成一就行了，是不是？就
就完了，就很方便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可编程的极性反转的一个例子。这个东西在现代的那个大规模集中营里面的那个腿脚上面用的很多很多啊，用的很多很多，是吧？所以这个，这就大家看一个，刚才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易货门，哟，好像没什么意思，再一发出来可以拿来做这个用，是吧？这个很意思，然后完了以后还可以当还可以做别的用途，是吧？别的用途，是吧？我们后面的课还会讲到它，是吧？这是一个部分，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这个小结就是比较啰嗦了，是吧？我们说这个里面我们这些课的内容啊，这几节课的内容，就讲到的就是说，模拟量啊比较难的来做信号的这个处理，所以通常会拿它来做数字信号，做数字信号以后呢，数字电路以后会容易处理一些，这是一个，是吧？完了以后，我们在用数字系统来做的时候，我们会用多进制来做，但是我们通常首选都是二进制，是吧？首选都是二进制，因为二进制最简单，是吧？完了以后，像16啊、80只符合人的习惯，是吧？啊，完了以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说，这个编码啊，这个编码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在我们这节课里面，这个课堂里面，这个编码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01信号啊，在我们三年级的课里面，这个编码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啊，所以我们这边大家有一个概念。然后编码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头一尾这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什么8211码，还有就是个格雷码啊。格雷码的特点是什么？相邻的啊，它只有一个比特不同，是吧？只有一个比特不同啊。而8211是个什么？有权码，这是个无权码，正好两个极端，是吧？然后就像颜色一样，有这个RGB 三个颜色，然后这个逻辑运算有三个基本的，就是与或非，是吧？完了以后可以来，我们有与或非，讲的最多的就是与，是吧？后面的全部就怎么快进了，是吧？可以组合出来很多种，组合出来很多种啊。完了以后组合出很多种以后，我们也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就是说除了与或非以外，我们可以把与或非表示为逻辑函数的这个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画表的方式，针织表的方式，是吧？然后还有画图的方式，画波形的方式啊。这个卡路图我们下节课才会讲它，是吧？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内容啊。然后我们看，从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我们简单的两节课、四节课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叫什么？二值函数啊，二值代数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这个逻辑代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是吧？基本东西。然后为了我们这个。好，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布置一个作业题啊，有两个作业题，第一个是要做在作业本上的，第二个是这个自己玩一玩，是吧？就是说用这个 Alt 键组合那个数字小键盘啊，敲几个比较非常规的符号，是吧？然后这个正好这个题对我们这个班还比较应景，是吧？我们都是准备出国的同学，这个就是我们这有 ABCDEF 六个同学，我们要选拔若干去留学，是吧？有六个条件，有什么六个条件啊？ A、B 两个人中至少去一个， A 和 D 不能一起去， A、E、F 三个人里面只派两个人去， B、C 两个人里面都去或者都不去， C、D 两个人里面只能去一人啊。第六个条件最搞笑， D 不去， E 也不去，是吧？完了以后最后就问你到底应该派谁去，这个是吧？到底应该派谁去啊，大家注意啊，这个不是脑筋急转弯的题啊，要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知识来做啊，用知识做啊，就是说你要用大学的方法来解决大学的问题，这个哎。